好，各位，我们待会要来介绍一些功能键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刚才您认识的 Enter， 确认一下往下。那 Tab 是往右，好，方向键刚才有稍微让你们试一下。那取消就是我们的那个叉叉，或者按 ESC 键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好，那待会这边有些功能键我会稍微跟你们解释。这个是你们基本款，就是切换输入法的。那在我们的 Office 系列 F4 是重复三个动作，不过在我们的Excel 还有更重要的功能，也是我们在学资料的公式的时候很重要的特质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常常用的复制剪下贴上复原全选的功能。好，那待会我们要的是这个，我要来快速去做我们储存格移动。那个白胖十字是选格子，可是有时候我要快速来到我们文件里面的第一个格子，或是资料里面的第一个格子，听懂哈？所以待会我要介绍是这一个，你讲义注意看这个画面。那我们回来哦。好，同学，我不管我现在游标在哪里，举例我现在来到 F16， 我要快速回到我第一个格子。对你而言，滑鼠点到 A1 是第一个格子， OK？可是我如果不小心游标点到那边，点一下，哇，你要回到我们的 A1， 还要滚，请你练习两个方法，一个是 Ctrl 按住不放加 Home 键一下，那就回来。Ctrl 按住不放加 Home 键 ，Home 知道哪里吗 ？Home 那个按键 ，Ctrl 按住不放加 Home 一下 ，OK。好，那这边的 Ctrl 加 END 结束，它就是来到你资料连续资料的最后一个范围的格子，所以我连续资料最后一行是在这边，那最后一格在这边，所以它会以这个为格子。那你看哦，我游标点到 Ctrl 加 END， 就是连续整个一个，它把它这个 当成一个范围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Ctrl END， 理解意思吗？好，所以 Ctrl HomeCtrl END， 你待会的范围跟我不一样，是你的输入的位置不一样而已，这样概念可以吗？好，那我隔壁一张工作表目前没有任何资料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先来到 Ctrl One 没错，那我们待会要来请各位，如果我现在 Ctrl 加 END， 它不会理你，因为它没有连续资料，听懂意思吗？好，那我待会要来跟你们讲的意思是，请你选空白工作表示我要告诉你它的最后一列在哪里，所以待会是 Ctrl 不是 Home 也不是 END， Home 跟 END 就是连续资料的起点啊， Home 是永远可以的，就是你的 A1 的格子，那 Home END 是连续资料的结束点，可是待会因为这一份工作表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料，我要快速来到我这一个 A1 格子的最底端，最底端就是刚才请你们看到的讲义里面这个，来到我们的利用方向键快速到连续资料的底端，我待会要的方向键是往下，听懂哈？四个方向都可以，所以你看啊，我游标点到 A1，Ctrl 按住加方向键往下，这就是你Excel 最后一列，总共有几列？104,845,76。所以一个 Excel 可以有几笔资料？你回答老板问你，你就说100万。听懂哦，一个 Excel 一笔就是一行为记录，它就是一笔资料。所以你永远没有来到底端，因为你不知道可以这样卷，不然你如果用滚到没名没业。同样的道理，我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格子，请问我可不可以回到最顶端？利用 Ctrl 后面可以，可是我想要用方向键 Ctrl 往上就回来了，因为它没资料，它就会到底一冲上去。那请问刚才资料最后一笔是来到100多万，请问有没有英文字母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栏数最后一栏是哪里？我要怎么用？Ctrl 加方向键往右，来到 XFD。没错，有人不知道它是多少。好，所以我要教你一个淘夹薄的地方。
英文不管你现在在 A1 或者是最后一个格子，你要快速看到最后一栏。两个方法，其中一个方法 A 跟数字一左上角这一颗叫全旋钮，这一颗叫全旋钮。再一次点一下是全旋钮，可是待会我为了要让你们看资料，那这个名称方块会变动，那我要让它看多一点，请你自己控制这个名称方块，我要长一点点，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总共 Excel 有几个格子。按住全旋钮不放，有没有人念出来这个数字给我？10485765 R， 那个 R 就是列的英文字 row， 乘上后面的16384 C 就是 column， 就是我们的栏，所以总共有16384栏，听懂吗？用得到那么多吗？用不到，可是你知道它的栏，我一直都没有放，我一放手就是代表全选，所以头甲包就是点按住这个全选钮不放。那你待会这个如果太小就看不到了哦，所以你要卷让它做好，来整个哦。回到第一份工作表，练习 Ctrl Home Ctrl END OK， 这一份工作表也可以练 Ctrl 加方向键往下，Ctrl 加方向键往右， Ctrl 方向键往上， Ctrl 方向键往左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这样练，因为正好这边的脸空白资料。可是全旋钮这样是代表全选，可是我要的是按住不放，稍微知道16104856你看得到那个 XFD 它就是16384 OK 吗？好，来玩看看，我这边目前都没有任何的资料编辑，只是让你熟悉 Excel 的一些基本功能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，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